去哪里？去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没有了，船在跳。啊？去哪里？这是去哪里？啊！不过你在这里的哦。我帮你们拍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反正跟我们一起去台湾。这次还有很多人，还有 Rejuvenate， 有阿富，有 Zeron， 有 Eon， 有芋泥。啊？有 Mission 呢？什么 Mission？ 就是你去跑雷利。真的吗？都说了。需要吗？等一下我带你。到最后看一下有没有来。哇，我们坐火车去台湾，耶！聊聊天。小便哦，因为哦，我隔壁的人哦睡到这样，就僵僵了起来哦，然后我要坐距离，哎，要 check in hotel， 看一下我们住什么房间。哇哇哇！这是我们的房间耶，看一下，这里可以看到什么？哇，可以看到外面呢。好啦，其实是蛮美的。快过来试试看，躺一下，能不能睡一个？哇，好舒服耶！现在要吃个韭菜包，哦，像韭菜，脑子的韭菜包。那八这个啦，这很像笨的。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抄手。抄手，这是什么？你刚才没有讲到。这是半筋半肉。这是什么？猪耳朵。猪耳朵，我来台湾一定要吃这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。男朋友表演天，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再去吃。然后等第二天哦，你看我穿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很热哎，没有到很冷很冷。去里面一个叫背心，我去吃了。我真的是没有到很冷很冷哎。啊，中面线，所以要沾着吃，大家都爱沾着吃。感觉好像很好吃啊，我拿很多香菜，怎么你都没有香菜的？这是今天晚上我男朋友要表演的舞台，这个是 Zep 台北，学校也有一个。我的哥哥在化妆，哥哥看过来。嗯，我比我还漂亮，你看脸比我还行。Yo， what's up， 台北的朋友。
叫什么啊？这是鱼卵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个就是那个鱼卵，主要是变成这样了。哇哇！我想要吃这个鱼卵，不能啊，吃不到，太少了。你看那鱼卵冒烟了。真话假话？真的真的 ，OK， 真的好吃。今天吃这个鸭肉面，然后我的男朋友吃面包，芽菜全部在这边。啊，这是什么啊？鸭子的尸体。鸭子尸体。对。现在在美国街，然后逛这些小店。这里的店都很漂亮，直接来这里换一套。哇！然后我的男朋友等一下就要去做工，然后我要跟大兵去走街。我们进这间店，这样就花了马币1000多，好贵哦！哇！哎呀，你看我呀！我来做工哎，你一开我就有啊。太累好了。哦，结果我们来5分埔，然后那些那几个没有在。哦，这里十字路口，我要去哪里呢？又是小费，又是小费，又是小费，又是小费。我没钱了。我要一个螺饭小的，然后一个排骨汤。对对，哦吼，终于来了，心心念念的牛肉饭。哎，预备怎么样？好，喝到要喝第二碗。哇，现在4:53，可是这里的天哦，好像晚上7点那样。晚上走夜市，这个是宁夏夜市，又要去吃很多垃圾食物。啊，周末你跟哲龙在这边，我跟哲龙在约会了，被抓了。啊，我在外面吃东西。哎呦，嗨 ，Hello， 呀，吃饱了，现在要回去了。哦，我们在台湾剩最后一天可以走，明天走完就拜拜了，我们就要回家了，很快嘞。我们要塞车，然后我要拍抖音，所以我就跟出来了。我男朋友跳舞很帅哦。我们去边躲一个人。是。我都不知道这些。你要哪里飞出来的？怎么会在台湾呢？10:20。现在来到淡水老街，我猜人家叫淡水小街，然后这个水应该是淡的。哇，这里有阿、啊、什么阿、啊、给阿吉阿阿、啊、给阿吉阿吉阿给啦，快吃这个阿、啊、给阿、啊、给。你剁破它先，剁破它，它就流出来了。你看啊，哇，很好吃。OK 啊，要不要吃那朵？然后我们下去再吃过。小美女，怎么漂亮啊？好漂亮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厉害！
要，人民要。谢谢你，美女。要和平安。不。哈哈哈！等一下。不客气。我就是说，你说他卖钱。妈。在这个店是卖什么？卖个纸喽。你冷呢、欸、你。你两个手抓，你怎么要一个手啊？哇哦！无聊啦！到肥仔哦，七号。哇哇！miss 了，所以我们的奖品，哇，这个地方很美啊！这个还好，这个很美。啊，去哪里？世界收集馆，世界收集馆就是这个东西。哎，装修哎，谁不能进去？我不知道。你在这样哎？能进吗？可以啊。你要带这个，我放钱啊。看我要去哪里。拜拜。然后这地方我们进到来在装修呀。哦，本来没有开灯，然后马上开了。这里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波士顿大龙虾，然后这个是牛蛙王，大只的蛙。然后还有，咦，那个人的脚是什么？舌头长长。好了啦，就爬到这里啊，有兴趣自己来看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的三期那个最高最高那边看开会，一人一的夜景。怎么？因为没有时间，没有单。然后好，去看看别边。地方去，我们回来外面拍抖音，然后给你们看。哎呀，晚上。Last night in Taipei and very the cold. 抱一下我啦，我男人要快点抱一下。暖男 is beside me. 哇，晚上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走着路去吃那个什么一兰拉面，简餐简餐。我第一次用这张纸，是吧？我再去看电影啊，还是要去哪里玩 game？ 你说很像进海底世界，有鱼在里面。把两位帮我做右手边四四四五，老的四四四五，四四四五。哇，这是我们的位置呀，还要玩 game 这样。跟我玩的那种日本 game 一样。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，谢谢。来士林夜市，最后一个晚上走夜市了，咖喱鱼蛋，大同包小同，完了完了，我男朋友看到宝物了，哇、哦！有人
这个就可以毕业了。哇，好漂亮，这个也是美。这个是美。台湾最后一天终于做到捷运了，哇 ！Hello bro， 你什么事情？这个马路怎样？早上几点啊？八点啊？5:45外面的天气早上八点了啊。哇，亮的亮的。So， 我们在机场了，在机场了，然后我要回家了。我要去做这样我的 vlog 就这边 end 了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，然后喜欢看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 follow 我，然后记得在留言区留言想要看我做什么啊，可以讲的。然后还有最后我要讲，我叫 Amy， 我每次忘记讲开。现在有请 JX725 前往吉隆坡，座位位于第四区的旅客登机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JX725 bound for Kuala Lumpur. Passengers seated in zone 4 to board. Thank you. Okay. Bye bye.